这个不是痘痘欸，这个是我以前有一颗痣，然后把它点掉，就变成一个洞。后悔了，各位，没事不要乱点痣，请大家去雷射，不要用点的，会有一个会一个洞，像这样一个洞，超白痴。他跟我说肉会长出来，假赛，根本不会，根本没长出来。